我是小东，今天安娜姐姐不在家，我偷偷玩一下穿越火线，逃出死亡之眼，幽灵马上就要出来呢，看看哪个幸运儿。终结者直接突突突火力压制，然后 RF 用兵觉醒，一个爆头直接带走，不计想出彩色，看看里面有啥，一把三连发榴弹枪，刷分神器，赶紧上去，看我的，去攻上来呢，火力压制，又来一个，不用慌，这么多人都有火力压制，好的，还来，赶紧传送门，到这里来了，赶紧上顶楼，顺路捡几个宝箱。现在的情况来看，顶楼有一个队友，后面有终结者，队友被抓上，不慌，看我操作，移动走位爬到上面去，然后快速掏出火箭筒，终结者过来了，一个假动作套路他，然后顺势跳到箱子上，再反向操作，朝着屁股的方向跳下来，还没完呢，有你追上来了，一个假动作，然后掏出火箭筒，一炮把矮子带走，然后赶紧爬上楼梯，到安全的地方，继续守点，就完事了，刚刚差点就翻车了，折腾了这么久，马上就能变猎手了。安逸变凡人，先强化宝箱，变身光头，开始秀技能，趁他发呆，直接贴脸重拳出击，嘣！炸死了三个，现在才只是开始呢，赶紧上去，用圣拳守点，一堆小鬼过来送分，好，嘣！全部大残，直接按住左键，还有你，全部搞定。回头发现虚空把队友抓着，用剑重击把他带走，还有这几个小猴，看我的，嘣，又是送分题，太好玩了，继续秀技能，还剩下2900的血，还剩下最后几秒，坚持住，看我套路终结者，右键重拳又是几分，然后原地绕圈跳上箱子，一个假动作，3、2、1，怎么还是死的？大年了。